动一下肩膀。要确实做好哦，等下明天才不会痛哦，不然明天手举不起来了。左脚在前面，金伯廷，你的左脚。好，在前面。一脚脚踝，对，脚踝。三点不动，一点动。然后脚不要这样交叉脚，你会很痛苦。你这一小天踩这里，右脚，这样有比较了吗？那你的脚要踩好，换移动你的右脚，你利用你的右脚。长一点，你可以踩到这里。对，这里有只鱼，有没有？抓肚子，鱼的肚子。对，两手一起抓它，没关系。好，移动你的左脚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样不错，这样不错。你可以抓到这里吗？是过去那里还是往上？你就照着这个路径移走。脚手往上抓，往上抓，抓高一点的。对。对。好。反正一次动一个点就记得，一次动一个点，对，一个点一个点，手要打直就对了，脚要弯，右手可以出去了，右手可以出去了，右手要抓上面，不要弯的，手要打直，对，打直，打直不会累，对，直的不会累，好，右脚。好，再来挑战啊！可以下来了。你要往右边。